你叫我什么？你刚才跟我叫什么？妈。我还是你妈吗？是妈。你哭是不想让妈死，是吗？妈，你不能啊！你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我跟妈该怎么办呢？你妈生你的时候就应该死。我活到今天已经是偏得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，你别这么说，妈。别这么说，你知道你怎么做妈才能活下去。妈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，我一定听你的话。你知道就好。如果我活不下去，就是你害的。小樱桃，史尚平让我来告诉你，海涛他妈不想活了，不想活了。不过没事没事，就是一点小伤，现在已经抢救过来了。他为什么不想活了？史尚平说是因为你。因为我？对啊，你看，海涛他妈一直不同意你俩的婚事儿，听说你俩要结婚，气得没办法就割腕了。现在有不少村民都说都是因为你闹的才这样。东尼啊，妹妹有句话想跟你说。小樱桃，有话你就说。我知道你爱海涛哥，可是你也得现实一点啊。你看现在还没结婚呢就闹成这样，你说要是结了婚，那不得闹出人命啊。姐，你听妹妹的话，回去吧。回哪儿去？回俄罗斯啊，回你的祖国去，那多好啊。不，我不回去。那你让海涛哥咋办？真倒霉，看见乐海涛他妈了，弄我一车作血。海涛他妈怎么了？死了。什么？你干什么去？你干什么？
刘烨，你现在是我媳妇了。从结婚到现在，你天天跟我哭丧脸着。所以从今天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见到我必须微笑，听明白没？你放开我！我让你冲我微笑。我让你放开我！冲我笑！我让你放开我！冲我笑！冲我笑！放开！听明白没？啊，听明白没？哎呀，这个，给我开一下门是。我来，我来。嗯，别急。来来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来，哎呀，慢点啊！你慢点扶他啊。嗯，来关门。海涛哥，是事儿啊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。你说你真要是走了，我咋整啊？你以为我真想死啊？我舍不得你。那你这是干啥呢？你放血玩呢你啊？我要不放血，儿子能回来呀？那你可玩大了。说实话，那水上漂不及时发现，你这小命不就交代了吗？你傻呀，我是看着水上漂的进门了，不在洞里逃走。再说那李长元也在外头啊，我知道不会出啥事儿。这，你是我的，哎呦我的，别让儿子听见。不是，你这。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你这活让我来呀！你，哎呀，还让你来，你能行啊？整不好你白流血，还得让大家知道了，那多丢人呢。是，要是我来，你说，我就寻思这刀子还没等上去，我就得嗷嗷叫我。我说，那你打的也太大了。我平时给我打针我都不敢，我你能把刀子，哎呀你呀，要不是女人狠呢、啊、对自己都敢下刀子。啥啥呢？不是，我说我从心里我怎么怕你，我就跟你说，真是你彻底把我降住了，你是。真没想到今天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儿。傻丫头，坏事是好事儿，这件事对咱家来说是双喜临门。你咋这么说话呢？你看呢，今天大姑把马秋芬这么一救，她就得感激咱一辈子，这是第一喜吧。这马秋芬呢，经过事实验证啊，这道山海关还真是铁打的，确实能把东尼亚关到门外。可是这大门呢
却为咱们敞开着，这是第二喜吧？你能说这不是双喜临门吗？啊，侄女儿。我现在正式向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东尼亚求婚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东尼亚。啊，是兰心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也是来撵我的？不，我没权利撵你，我是来看看你，想跟你谈谈。谈什么？就算谈爱情吧。我知道海涛哥不喜欢我，所以我不跟你争。可是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没想到你的爱情也是一朵谎花。兰心，什么叫谎话？谎花就是没有结果的花，但看起来很美。你的比喻很好。我的爱情虽然美丽，却不会有结果。你的爱情虽然苦涩，但也许会结出美丽的果实。我现在倒是非常羡慕你了。羡慕我？我就算得到了婚姻，没有爱情的婚姻也是不幸福的，也是一朵谎花。说真的，你还是来撵我走的吧。不，不是的，我是想劝你留下来，不收获爱情还可以收获事业呀。兰心，我是为了爱情而来的，不收获爱情我就不会留下来，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。东尼啊，那我们还是朋友吗？对不起，现在我不愿意和你做朋友了。家，你们见到海涛了？见了。我明白。东尼，我看还是我送你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
在东北，松花江上了，那里有满山遍野大豆高粱。哥，东娘走了。啊？咋这么快呢？啊，那秋芬婶真是厉害，那小刀片一划，把陆海涛划得老老实实的。你先别说马秋芬的事儿，哥问你，陆海涛去送行没有？没有，他没去。他没去，那咋回事呢？哎呀，哥，我说你也应该回趟俄罗斯，跟东尼亚认个错，没准咱还有戏呢。拉倒吧，有啥戏？上次你酒瓶子砸的，我现在脑袋还迷糊呢。管他有戏没戏，试试呗，反正咱也不大傻。试试。啊，哥，其实东尼亚是我劝走的。你可不能让我白忙活啊！拉倒吧，你真能忽悠人，你能劝走人家？真的，不信你去问问去。行，哥咋犒劳你？说吧。哥，不是跟你说过吗？给我几万块钱。要钱干啥呀？我要开花店呢。啊，行，我知道。说定了啊！哎，行行行。哎，大姑啊！你这是干啥去啊？我去给马秋芬送礼去。那我也去，走。哎，秋芬呐，啥？我们来慰问来了。慰问啊？慰问谁呀？慰问你呀！你不是病号吗？你看水库的鱼还活蹦乱跳的呢。哎呀，谢谢了。哎，大烟斗，你把鱼接过去，快点接过去，你看这鱼。这干啥？你说你这是？哎呀，我天哪！坐坐坐，婶儿，你好点吗？哎呀，没事儿啊。哎，秋芬呐，东尼亚回国了，你知道不？我也听说了。你这个山海关呐，可真是个铁打的，愣把那洋枪队给挡回去了。哎，不过这次啊，我也有功啊。我要是不来救你，你那血还不得淌干喽啊？大姑啊，你就别给自己请功了。好，不请功，不请功。咱们呢都上他当了，那天你真要是晚进来一会儿也没这出戏了，他就是吓唬吓唬海涛。啊，你在跟人演戏？哎呀，我那儿跟你开玩笑呢，你看你咋还当真了呢？我不也是开玩笑吗？我跟他闹着玩呢。我明白了，那天我刚进院的时候吧，你准是在屋里看见我了，要不然咋那么巧呢？啊，好像我来救你来了似的。看你说的，我在沙发上坐着，根本看不着你进来。得了，你可别折了，你呀就是等我来呢。哎，我现在想起来，我还倒佩服你了。你说你这出戏哈，咋想的呢你啊？啊，演的太真实了，你比我水上漂都强了，干脆以后啊，你给我水上漂当师傅吧。看你说的。蓝乡长，我来告状来了。不是，你这回又告谁啊？还告你老公公啊？看见，中国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就别用这些家务事来烦我了，好不好？不是，蓝乡长，我来告陆海涛的母亲。啊，告海涛他妈妈呀？是。他怎么惹你了？陆海涛他母亲用自杀相威胁把东尼亚赶走了，我就是不理解，陆海涛爱东尼亚怎么了？他母亲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啊，有这种事儿啊？这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那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？蓝乡长，我告诉你，东尼亚可是外伤，是受政策保护的，如果有人欺负他，你必须管，如果你要是不管，我就往上告，一直告到总统府。好了，卡姐，你不用往上告啊，告到我这就行了，我肯定帮你解决啊。来来来，你先别激动啊，到底怎么回事你仔细跟我说说。来来来，坐坐，慢慢说。怎么回事？就是陆海涛的母亲。妹子，哎呦，
吓我一跳。哥，啊，你啥时候过来的？哎，这不刚来吗？啊，你可挺长时间没来看妹子了。是啊，太忙了。哎，妹子，啊，哥给你打听个事儿啊。啥事儿？我听说马秋芬隔腕子了。这事儿你也知道了？听说了，说是马秋芬呢不同意海涛娶东尼亚，哎，海涛还犟上了，就非要和东尼亚呢在工棚里结婚，于是马秋芬就以死相逼，把腕子割了。可正在这时候呢，你进去了，把他给救了，是这么回事吧？丝毫不差，千真万确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仔细跟我说说。当时吧，我还以为我救了马秋芬一条命呢，嗨，我心里那个美呀！可后来才知道，我是被马秋芬给利用了。哦，哎，怎么利用了？那天呢，我是想找马秋芬说点事儿，可是我一进院啊，他就在窗户里头盯着我呢，看见我进院，他才隔的腕子。我不知不觉的就帮人演了一场戏，演完戏我还不知道上当呢。你说我这辈子演员当的啊，那马秋芬他把我忽悠的傻乎乎的。演啥戏啊？我怎么还是不明白啊？还不明白啊？真笨。马秋芬呐，其实是吓唬陆海涛呢。海涛啊，你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啊？和东尼亚就这么分手了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许他暂时离开比留下强吧。东尼亚嫁的是你，不是你妈，你怎么就那么听你妈的？不是，我妈也不依他，他真死给我看了。你说我总不能拿妈换媳妇吧？你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你以为你妈她真想死？嗯，不是，我妈的个性你不了解呀，她真干得出来。你呀，啊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啊，你妈当时是那个，嗯，可是就在这时候我妹妹进去了，你没想想这是怎么回事吗？怎么会这么巧？不是，三叔你什么意思？我都了解过了，你妈是看见我妹妹进去以后才那个，嗯，所以说她根本就不想死，她吓唬你呢，给你使的是苦肉计。苦肉计啊？我妈怎么能这么干呢？不是，你看你喊什么呀？你不要激动好不好？啊，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啊，回去以后啊，好好跟你妈谈一谈啊，做做两位老人的工作。我跟你说挺好的事情啊，等到你们，哎，你干什么去？我没说完的话还，你，不是你这孩子，你真是。回来了，我爸呢？他先睡了。东尼亚走了，妈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不能和东尼亚在一起吗？东尼亚不是已经走了吗？走了，我还可以把他找回来。您是个通情达理的人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，您为什么要这么伤害，这么伤害自己，这么伤害我。妈妈知道你爱东，也知道你心里很难过。
是妈妈，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。儿子，妈妈也是爱你的。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爱的。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别告诉我，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心里也解不开这个结。为什么妈？妈妈想让你娶一个干净的女人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她已经不是姑娘了。谁说的？妈，你必须告诉我，谁说的？是李东升说的。他说是东尼亚亲口告诉他的。时间不早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妈，没事。你做的是对的，谢谢妈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心里很恨妈妈？没有，没有。东升，东升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出来一下。海涛哥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我跟你有话说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晚了？明天再说吧啊。你出不出来？哎呀，我有点难受。我先睡了啊。什么玩意儿你啊！深更半夜你推门就进呐你啊！啊，我推门就进咋的？啊，你儿子五更半夜还砸我家窗户呢？什么？啥啥玩意儿啊？玻璃碴子我都拿来了，你就说咋办吧。不是，他怎么单砸你家窗户，他不砸别人家窗户呢？啊？哎，那你就给我说说，你儿子凭啥砸我家玻璃？凭你儿子作损，我儿子咋作损了？不是他凭什么说你东尼亚不是大姑娘啊？啊，红口白牙，他埋汰一个大姑娘不作损呐？有这事儿？你问问你儿子去。好，我回去问问。你等等。
你把这玩意儿给我提出走。看来这玻璃就白砸了，白砸，你自找的。这海涛这孩子，哎呀，不怎么不锁门呢？你说你这，小心点。兰心呐，哎，导演说，这是啥意思啊？编导大叔说了，无论什么事儿，海涛哥砸玻璃都是不对的。他去乡里开会了，让我代表他给您赔个不是，并且把玻璃给您安上。嗯，哎呀，丢人丢到家了。爹呀，你想打就打吧，想骂就骂吧。我想打你，怕脏了我的手；想骂你，怕脏了我的舌头。婶儿，婶儿，你快出来一下。啥事儿啊，樱桃？我爸在门口等你呢，说有事儿。啊，哎，走，婶儿。长远啊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哎呀，是，进来说吧，来来，进来吧，坐吧。那啥，秋芬呢？别坐了，就在院里说吧。啥事儿啊？秋芬呢？东升说了不该说的话，我这个当爹的心里也有愧呀。哎呀，这不，我们爷俩给你赔不是来了，还不快给你婶跪下！李长远，净扯没用的。东升，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呀？婶儿啊，我跟你直说了吧，我也喜欢东尼，我也想跟他好。我这眼看着海涛跑我前面去了，我就伸腿绊了他一下。要不你打我两下吧，婶儿。别。东升，你就明说吧，你怎么伸腿了？你怎么办的他？我跟你说，他不是姑娘了，都是我瞎编的。东升啊，东升，婶儿那么信任你，你怎么能编瞎话骗婶儿呢？就因为你一句话，婶儿把腕子都割了。你说你这孩子，秋芬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，行吗？婶儿，婶儿，我给你跪下。别别，起来起来，起来吧起来，东升起来。婶儿，行了，这事儿过去就过去吧，以后也别再提了。秋芬，谢谢秋芬大仁大义，谢谢秋芬大仁大义。回去吧。丢人的碗，进来。婶儿，我们走了，你快回去吧。你们咋把人东尼亚撵走了呢？啊，人家是董事长，开发红叶岭全靠人家了，你们凭什么撵人家走啊？不是你不知道，其实啊根本就没人撵他，是他自己要走的。你这他自己走，那不也是你们逼的吗？你那个媳妇动不动什么割腕呢，你让人家怎么待呀？ 啊我告诉你啊，你媳妇在咱们全乡那可是挂了号的，你这个村主任你得好好管管，要是连自己媳妇都管不好，那
你还咋管村里的事儿？你说他这个，哎呀，脾气呀、啊，这主意可正了，那不是一天两天，这你都知道。另外，这么大岁数了，我有的时候我也不爱吱声，我跟他一般见识，我这，所以说我是没法管，我这管不了是吧？我真管不了他，那就找别人替你管管。找人啊？啊你不行，你不行，你跟他过两天试试，我你。胡扯！我跟你说啊，乡里已经决定了，要在你们家呢，开一个移风易俗的现场会。哎，你让他呢准备个发言稿，他的认识要是上不去的话，咱这会就开起来没完。赶紧布置吧。啊，不是不是，张院长怎么你的意思要在我们家里边开现场会？对啊，我跟你说。他这是包办婚姻，典型的封建意识。我要好好的动员咱们全乡的妇女啊，好好的帮忙。不是蓝县长、你听我说，你，我保证啊，我回去好好劝劝他，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办。这还不行吗？你非得开这个会干啥呀？你不行，这会必须开，还必须在你们家开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可是乡里交给你的任务。你要是完不成的话，那我看你村长别干了。作吧，快做到头了。全乡出名，我看这回全国出名了，这回。你快点啊！干啥呀？没换完药呢。啊，对不起，等一下啊。哎，着急忙慌干啥呀？我还没换完药呢。不是着急，我告诉你，这回你可玩大了。蓝乡长告诉我要到咱们家开现场会。现场会？开啥现场会呀？啥现场会？就你这个，包办婚姻，那个封建，那个反正要发动全乡的妇女都来帮助你。对了，还让你发言呢，专门让你写出那个发言稿。他真要开会呀？真要开，让我回家布置去，还真要开，让我还多借点凳子，那不知道来多少人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别让他们上咱们家，上咱家开啥会呀？只要他们进咱们家院子，我就把他们轰出去。你，不是你胳膊能拧我大腿啊？另外，你怎么一点也不考虑我呢？你啥意思啊？啊，他们上咱们家出我洋相，我还得敲锣打鼓欢迎啊！不是你等会儿，我的意思你不行，你找找水上漂，你知道吧？好，知道了，换完药我就去，你先回去吧。行，你快点啊！水上漂。雪上飘，淑芬呐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啥事儿啊？还这么一本正经的？那个蓝乡长，他是不是你哥呀？这话问的，你啥意思？他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呢？我是看蓝心呐，真心喜欢我们家海涛，我想成全他们俩的好事儿，我把自己腕子都割了。你哥他可倒好。说我是什么封建意识，包办婚姻，要在我们家开现场会，出我的丑。你说这叫啥事儿啊？这是有这事儿，我还能撒谎啊？他正逼着烟斗在那布置现场呢。这个三犊子，这不吃里扒外吗？这事儿你交给我，待会儿啊，我上你家门口站岗去。他要敢领人来开会来，我就把他腿打折。哎呀，怎么，布置好了？布置好了，布置好了，我连家门都没进去啊！我，那咋回事？那不你家吗？我家是我家呀，我也这么问呢。啊，你那个妹子，在我们家门口拿个掏灰耙，谁也不让进。哎，我说我家我进，不行，把我撵出去了。这胡扯！现在谁家还有什么掏灰耙呀？真是。
谁知道他在咱们整那么个老古董？我说的真的，真是个头回爬。老太太，这是干啥玩意儿啊？啊不，你这啥玩意儿，整的挺疼的。啥玩意儿？掏耙，前清年代掏耙，您家有啊？这真没有。我说你是不是来开会的？啊，对，我来开会，我开会的。停，怎么的呢？我开会的还不让进呢？我打的就是开会的。走，哪凉快上哪歇去。走走走走。哎呀妈，这老太太这是疯了。我那个妹子的脾气啊，我了解。我跟你说，那也肯定是你媳妇把她拉来的，让她来挡架。那我可不知道这事儿。你媳妇害怕了吧？她倒别怕呀。你出头，那她肯定得怕。反正你交给我的任务，我是尽力了。这个现场的，我真是没法布置了，我进不去门。你说。那你乡长，你说这个户还能开吗？实在不行啊，现场会延期吧。延期啊？你延期到啥时候去了？再说吧，乡长，反正尽量拖吧拖吧，反正我这段时间我保证好好帮助帮助他，你放心啊。行了啊，几点了？该吃饭吧。你啊，你准备饭？不是，你不愿意吃炖豆角吗？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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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兰心，哎，婶儿，又挖野菜来了。嗯，我这不想着我哥这两天又上火了，我就挖了点。你看，这天儿多晒呀！大热天的又来挖菜，可别再挖了。多遭罪呀，累坏了身子，婶儿怪心疼的呢。微风吹来，你的气息。